生了一件事情。怎样怎样？我刚刚说错话。你怎样怎么了？你说错了。我被逮捕了。我被逮捕了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可以看你的刑警编号吗？他说我是海豚刑警。一般来讲，我说警察先生，请你听我说。这个笑话还是真的？结果我说逮捕我吧，海豚刑警。但是那个新闻呢？你看，你是那个新闻吗？感谢分享，感谢信任。你为什么不听我讲话？我记得我刚才第一个闹到底他讲笑话，还是说他真的被逮捕？因为他可能真的会被逮捕。我刚介绍错，我刚介绍错，对吧？回去再说，你猜啊，你猜啊！人生一场，槟榔要酒，他就有酒。怎么了？你这个，他这个稿到底写多久？要把我们讲成这样的物种还不够？
Thank you.
我觉得我又到了那种没有脱没有办法演的状态。那就脱啊！你昨天不是在高雄演夜市的对吗？我刚刚是整个喷汗到整个眼睛都飞出去。那个层层汗点，对。为了接下来表演的顺利，我还是脱了。可以啊。
第三首。那大家想要听刺猬还是做爱？刺猬的举手，做爱的举手，做爱的。谢谢，那你发芽。我们是海豚星际，然后我们超级开心，我们可以不用被关在隔离旅馆了。可以来这边跟大家。可以来这边表演，然后可以做我们人生想做的事。我感谢上帝的一切，我是五月，我很感谢大家愿意来看我表演，然后我也很感谢我有这个乐团，然后我们的新专辑，希望我的喉咙赶快好起来，可以赶快继续录。然后我下一场表演，忘记了，下一场表演再看我们的 IG 再说。谢谢让你爸邀请我们，然后我要哭了，我刚觉得很爽啊。然后下一首歌做爱情，超级解的，合理的。我觉得蛮有最后大合唱的感觉啊。做爱的话氛围也不错吧？哦，是。好，下一首歌做爱情，歌名《Love Is Gone》。来，谢谢让你爸，谢谢高手。Thank you.
超爽的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欢迎真正飞的路走。等一下，拍照就不要摔。不要帅，不要帅，下不上面。